捡垃圾的，打我愣干嘛？喂，小妹，什么？打麻将？三缺一？好的，好的，等我哈。嗯。哎，姑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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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说你这个老太太怎么回事？不知道我有事情在忙。再说了，你手那么脏，把我衣服弄脏了，你赔得起吗？哎，姑娘，不是，你听我解释。解释什么呀？你知不知道我这衣服有多贵？你就是一个月不吃不喝捡瓶子，你也买不起。我确实赔不起。刚才我捡什么捡？你捡垃圾就给我好好捡垃圾，以后啊别用你的脏手随便再碰别人。哼！站住！哟，怎么了呀？啊！这半路杀出个拦路虎，你就是这个捡胖的儿子吧？我什么我呀？刚刚你这个捡胖的老妈用她的脏手把我的衣服弄脏了，来，2万块钱干洗费。两万？哟。自己在公司当大老板，却让你妈在这捡垃圾啊！你别在这说话阴阳怪气的，我跟这位阿姨素不相识，我只是路见不平而已。哟，你还真是耗子拿狗，多管闲事啊！行，咱先别争论这么多，你先看看你身上有没有少东西。什么意思？我钱呢？小姑娘，你的钱在这儿呢。哟，原来你还是个小偷啊！如果是这位阿姨偷了你的钱，她干嘛还要拿出来？你看看你，外表穿得光鲜亮丽，没想到你内心这么丑陋。想让阿姨把钱还给你可以，但是今天必须道歉。我拿回我自己的钱，我还要跟这个臭捡垃圾的道歉。今天啊，这么多人看见，但凡有一个人支持他，我就给他道歉，我跪着给他道歉。行，这个钱我就先给你了。你这么猖狂的人，我相信公道自在人心。今天大家都看到了，我相信大家一定会支持我，让他道歉的。阿姨，我们走。正道的光。